好，今天来介绍苏尔达0905的专利记敏器。哦，那这个记敏器我们配有这个高品质的橡胶轮，再来它是苏尔记敏器，可以记到8位数啊，这个大数字的。然后前面有配一个 SIC 的细导环，你的线经过这里不会受伤。那我们这个可以 DIY 在任何的管件上面，你可以用这个 U 字扣啊，我总共附2个 U 字扣。扣在卷线座上啊，或是你要锁在桌上，可以用螺丝锁前后2个孔锁固定在桌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操作，操作非常简单，在开始用的时候归零，然后直接启动电卷，就开始缠线了。那我们苏尔达做的东西都是非常的强壮，所以它可以承受高压力。我们电卷在呈现的时候啊，我们给它就算给它8公斤的阻力，好，8公斤的阻力，这个记敏器也都是依然很好的在运作。好，那现在特价一个记敏器，一个0905记敏器只要1500块。好，记得这个0905记敏轮。好，也可以到你们熟悉的钓具店去询问看看这一款记敏器。那这个记敏器一样有保固1年，那它未来的电池也都是可以更换的，很耐用。谢谢大家。